总统蔡英文上午出席2019台湾文旦季的活动会中，特别颁发着文旦三甲七路联名的标章，和包括台南、云林、嘉义、台东、花莲等文旦的三区农会。秋天是文旦的三季，农会推动着文旦七路联名计划，透过各三区来整合接力，来经营着好只的文旦和只的果林。而台湾文旦季举办嘛，是代表政府对着文旦三甲的产销的重视。是我就一群人可以走的很远，所以我是用这样的想法在带我们的产业，不止麻豆。全台的全台文旦都好的，我觉得是对产业最大的帮助。是有总统还有这些农政长官的支持，我们认真在做，把产地的产业顾好，然后让农民就可以安居乐业，把我们这个小农可以把它发挥到很大，也可以走向国际。嘿，你要将油啊摕去做任何的加工冷链的部分，麻烦你来农委会讲，这是总统特别要求，将所有农产品的冷链做好，冷链做好，当然。安尼农产品呢，收入就变好，不只是冷链加工。刚刚的孙总干事讲的，要六极化产业、二极化产业。总统蔡英文来表示讲，文旦三期除了是推广行销之外，大个的文旦收购做成加工品嘛，是稳定的文旦计小的做法。所以我印象很深，麻豆的文旦是小小的，但是很甜哦。但是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主委说在收购大股哦，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所谓的次级品哦收购回来以后，市场的价格威胁在一定之上。那这个政策的执行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效果的出现，让我们的这个今年的文旦的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准。全国台湾文旦季来起跑，总统蔡英文嘛，甲五会贵宾来参观到十个文旦三区农会的大会，除了是品尝成果的文旦之外，嘛了解到文旦的相关的加工品。那么新闻台以下莫到采访报道。